再次的挨拳。哎，他在终止比赛了。这连续不断的地面砸拳，将乌克兰女子格斗冠军打得挺尸当场。这一幕源于一场经典的女子对决，由我国选手张伟丽对战乌克兰斯瓦特拉纳高斯特。张伟丽想必大家非常了解，曾斩获 UFC 草量级冠军，带领我国走向了最高殿堂，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女英雄。